覆盖直播，对那个真的还好欸，我对覆盖真的还好啊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很好玩？我觉得被观众撞场还好吧，赢他就好啦。被撞场怎么办？就赢他就好啦。不用啦，我天才哦，游戏天才，这游戏哪会很难？小朋友都可以玩，我怎么不会玩？放火，简单小朋友都会玩的游戏也是放火，不要抓我啦。放屁，我不可能这样讲。那、啊、明天我就玩啊，明天我就玩他，我明天就玩 Fall Guy 啊。现在吗？好啊，我从小到大就一直被讲四个字，游戏天才。我这把先把我的E位拿下来，然后我等一下再去糖豆人虐你们，再拿个E位。看主播什么时候被搞烂心态，不可能的。我心态有被搞烂过吗？没有。我开台到现在，我心态都很健康。啊，我从来没有破防过。到什么地步？从来没有被搞烂过。到我现在监狱里面。我不懂你们那些根据在哪。笨，我就给你们三个字，不理解。先放话，不然等一下没机会讲。不可能。你们难道不会对我有？难道我不会是覆盖天才的期待吗？不可能。可不，我很有天赋啊。不可能。要怎么玩？这不就去？对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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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过去了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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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eed Run Speed Run Speed Run， 我们 Speed Run 这游戏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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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有 bug， 这个有 bug。没有，我还在适应操作哦。晨晨都比我强，你去。Baba Boy， 继续玩啊，继续玩嘛！这很简单的游戏，你们就一直魔化它。我今天我就拿冠军给你们看。第一次玩，第一天玩糖豆人拿冠军。哦，是哦，小朋友游戏第一轮直接淘汰。没有啊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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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啊。哇，我这是冠军啦！可以啦，你看我是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冠军。好过不去，我好过不去，开！跟你讲，不要咬我啦！开！大哥，来！我过去！开！我的麦要坏了，爽啊！下一个项目不用看了，反正一定第一名。可以，简单。干爹，谁在拉我？有人在拉我！我看到有人在拉我。来！白痴你妈！可以。为什么？过绕！这是什么白痴游戏啊？就跟你们讲很简单，你们那边不相信我。糖豆人很多外挂，小心！我是连外挂都害怕的存在。我第一次玩这游戏，我都打到这个境界了。我就问你，还有谁？你肥猪是不是啊？不用看怎么玩，这跟教小朋友的。哎、欸，我教你什么数数，一加一等于二，二加二等于四。他问匹配是什么意思？这招干嘛？哎、欸，我看不懂。香蕉是哪个？香蕉是哪个？这个吧，很多人在这边应该是这个吧。再一个，抄作业不用抄作业啊？干嘛要抄作业？啊，简单啦、啊、哦，简单啦、啊。进！怎么过？白痴，这怎么过？等一下，那个东西要怎么过？我要抓，为什么可以抓？白痴！
怎么抓啦？避免被打到黏液中，注意这些大炮，跟我打炮啦，大炮。哦、反正就是，哎呦 ，check it out！ 哎，等，妈的，啊，白痴。OK。我们弄一个比较特别的造型吧，这样我比较不会被认出来。天青豆人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选绿色吗？因为我喜欢被戴绿帽。我觉得绿色应该很难认，不相信你们等一下看，我一进场，所有玩家大家都是很接近绿色的，我一定很难认。你看这里啊，这里面只有，可以啦，我不好认啊。走走 go！ 拿冠军！白痴东西，走开啊！等一下，是不是有人在拉我？等一下，我走这边掉。等一下，这个人在欺负我。等一下，你走开！他是谁？误会！我等一下看你俩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打个这四个人。等一下，这个你们白痴哦！等一下，我超烂呐、啊！我让我观众不行哦。我动作效果啦哦！你想做效果是不是？我狙击手没有狙击手啦，狙击不到我的啦。我闪得很快，你们狙击不到我的。来吧！等一下！刚左右在等一下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走开！走开！哎呦 ，OK， 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拉我，让我跳。OK， 让我。拜拜！刚来为什么主播在玩恶灵古堡？玩，好玩，可以的，我们再一场，这一场夺冠。我这场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冠军，我的脑中的字典也只有一个冠军，不会再撞场，想办法不会撞，不可能被撞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再被撞场，我就把我麦克风吃了。我就算被撞，我直接第一名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没跑过这张图，这是什啥小东西啊？我在正中间啊，位置很安全啊，没看到熟悉的人。OK， 来 ，Go！ 这个到底是要怎样？等一下，这个人怪怪，有个人怪怪的，你们有看到吗？OK。等一下，你们怪怪的，你们为什么你们要回来？等，走开！我、哦、还是有机会，还有四个名额，还有四个名额，还有两个名额，还有。我要去，我要去，让我过。撞场，一进去就一堆人把我围起来，我怎么吃什么？我们要吃麦克风了，好了。我会吐血。啾啾啾。